几千年前，我驻足在时间长河中，你不曾见过。几千年后，我踏过星河大地而来，你是否认得我？我穿梭在车水马龙的闹市，静立于万籁俱寂的角落。我见过许多不同的面孔，他们和我携手相伴，把我介绍给新朋友，为我梳妆打扮，还会带我踏上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的故事每一天都有新篇章，而我也因他们的存在更富有生命力。学古筝让我更大胆更自信，而且还能增多我的舞台感。在乐曲里面有很多的雅集，还有上台表演，还有比赛的一些机会，让他更加锻炼了他的那个勇气跟自信的展现自己。学古筝呢，让我的气质变得很好，然后有一些艺术气息在身上。我跟他都觉得国乐比西洋乐更优美更动听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学习国乐。我希望能让更多人听到二胡的声音，听到明月的声音。我是国乐传承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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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承国乐从我做起。